武术起源于中国，是亚运中数一数二的重点项目。武术经过悠久的历史演变，各门各派早就已经哼哼哈嘿地建立起各自独特的战术风格、技巧、规则。竞赛中主要有两种，第一种是由一连串攻防招式 combo 而成的套路。竞技项目包含了长拳、太极拳、拳剑、南拳、南棍、南刀和剑术、刀术、枪术、棍术。哇，真是非常多元，挑挑看，选选看呐、啊。第二种则是由中国古战场与生死擂台发展而来的搏击竞赛——散打。选手必须熟练四大格斗特征：劈打、摔打的各种战术、攻防与步伐，才有可能在场上拔得头筹哟。2017台北市大运，你准备好了没？